是冷眼长路不，梅花雪月皎光处，一笑了了空万古，风暴雨迥然凝寒恨天雨，一笑了了空万古，风暴雨。好，诸位同修，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场的楞严法会啊。在上半场呢，我们讲到了显见不灭啊。波斯林王呢，一直怕这个身体老是垂垂老去了，62了啊。那么他贵为国主，就是有点不想死的意思啊。终于从佛这儿拿到了圣旨，但他拿他来讲呢，他是觉得说，哎呦，性之深厚，舍身去生啊。而真正佛要做的法义呢，佛要讲这个法义呢，是指这个见性不灭啊，从来都是不生不灭啊，把不动引发的又一个可能啊，说既然不动，可是过会儿就会灭啊。那么阿难在这个时候呢，又开始启动他的凡夫妄心啊，还是没有背过去啊，就好像是一会儿的起伏激荡的过不来一样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经文啊，找着了吗？阿难即从坐起，女佛合掌，找着了吗？好，大家一起来啊，今天的节奏我觉得还非常匀啊，而且也能够贯过来。阿难即从坐起，女佛合掌，当被白佛，世尊，若此见闻亦不生灭，云何世尊名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形式，愿心慈悲，喜我成垢，即时如来垂金色体，轮受下职，是阿难也。如今
这一段啊，这一段的文艺比较尖啊，而且里边的这个法这个法相呢也比较多啊。那我们稍微要把它这个就是用点心吧啊。这里的阿难啊又从做起了，每次请法呢这是必备的礼仪啊。你看阿难就是东文帝，天天在他佛面前，他也没有体验啊，该怎么样怎么样，问一句话还要鸡虫坐起礼佛合掌长跪拜，这是对法的恭敬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又升起了疑情了，不是一般的这种起问，所以他得长跪啊。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前面的说啊，说这个这个应当说这个见和闻啊，这里还加了一句这个若此见闻，不但有见性还有闻性，他觉悟道是一样的啊。那么无所遗失，为什么你世尊老是说我们这些人啊，说一会儿说我们遗失真性，一会儿说我们颠倒形式啊？为什么既然不灭不是就不会是走吗？对吧？不灭就是永远在，你怎么能说我这个颠倒形式遗失真性呢？阿难理解就，既然佛你说我遗失了，那么他就肯定灭了，对不对？可是你前面佛说没有灭，那么我这里就执疑再念，就是这个念头人又起了这个疑心，所以呢尘垢障心，愿佛为洗尘垢，他又产生了疑情，灌过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来就又开始垂金色臂啊，佛再一次呢以身示教，用手臂这个正和倒来表示下面这段教法啊，来做这个教材啊，做这个工具。那么这里有一个词儿叫做啊，轮手下指示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啊。你看刚才是一个这个多罗绵，这里就成了母陀罗了啊。母陀罗呢汉语意为硬，就是我们概念的硬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说的时候不是会接法印吗？有时候是这说法印，有时候说这个，有时候说那个，有时候说陀罗尼，有时候讲法啊。那么这个表跟他现在所说的话相应的接了这么一个手印，而且呢也有这个加持之意啊。所以说呢，这个佛手有时候我们又叫做宝印手啊，除了兜罗绵母陀罗还有宝印手啊。这里呢啊，阿难这个老遭到佛的这个呵斥呢，他也学聪明。你看佛这里问他了啊，说将这个五轮手呢垂直于地，就手垂下来啊，这样子给阿难侍者说你见我这个手呢是正呢还是倒的呀啊，就是我们这是一般的概念里面总归是相对二元的，对吧？有个向上呢还是有个向下呀，向上呢称之为正，向下呢称之为倒。可是阿难被呵斥了一路了，他现在学精了啊。他说世间的众生以为这种状态叫做倒，但是我实际上不知道哪边为正哪边倒啊，就他是这个钻空子一样啊。这里佛就告诉阿难了啊，说这个若世间人你看以此为倒，即世间人将所为正，就是如果说世间人把这个手臂朝下呢叫做倒，那么世间人将以什么为正呢啊。那么阿难又说这个如来啊，竖笔啊，兜罗绵手上指与空，则名为正，这是世间人的，跟我阿难还没有关系啊。大家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历史上祖师们住世的时候，这里也有出了偏差啊，后来有被揪过来啊。这个偶一大师和交光法师就破了这一段，就是一开始有的在住世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不是一般说这样是正，这样是倒吗？就把正和倒大做文章，结果忽略了后面首尾相呼的法义。这里说正说倒，在理解上我们这里理解这个正倒啊，不是这段经文主要表达的，它是借这个正倒要表达手臂，记住啊，要表达手臂，不是说正是手臂是不失的，或者倒了手臂就失掉了，或者说正了说明你就是在这个妙明心上，倒了就成了颠倒妄想，不是这一层，是用这个正和倒。因为我们众生都是认为手臂朝上就是正，对吧？手臂朝下呢就会倒嘛，用这个浅显的道理来预知
佛要讲的这个生理，因为前些这个人人都知道啊，所以你看这里，这是告阿难言，若此颠倒了，首尾相贯了，诸世间人闻，亦被沾湿。亦被沾湿就是说，哎呀，明白了，再明白不过了，大家都知道，就是清楚又清楚了，就是一个叠词啊，叠叹词。所以这里你说佛就给说了，这只是把我的首尾胳膊相换一下，往正的时候上面是手，下面是尾，对吧？往反的时候呢，上面是尾，下面是首尾相换。那么首尾相换，往上叫正，往下叫倒，这是所有的世间人都一目了然，都清楚的事。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听明白了吗？啊，那么随顺是世间，这个胳膊，这个臂，这个手臂，对不对？虽然倒，也有时候正。那么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认为倒，虽然正和倒，可是呢，它这个胳膊有增减吗？会少一个指甲，少一个胳指头，或者多二斤肉吗？没有，没有吧？以这个来比喻，因为这个呢，人容易明了。但是，啊，这个人的这个妄想在倒的时候，或者如来在正的时候，如来悟到这个妙明心了，在正的时候，那么凡夫被这个妄想所染，在倒的时候呢，这个不失，就是这个法身，我们讲的妙觉明心没有失。一般人不知道，所以阿难这里不是就以为说失掉了吗？你不是说我往日老说这个颠倒妄想遗失明性吗？那么我就失掉了，你怎么说他老是不灭呢？这是这个问题的焦点，发现了没？就是听明白没有啊？那么我们就要明白，正说正和说倒呢，手臂是同一条啊，就说正说倒，手臂没有减少东西。佛用这个来作意，让阿难以容易理解的去理解那个不容易理解的，就是显这个真性。在佛尽管也叫正辨知，他也没有增；在这个阿难也叫性颠倒，他也没有失。只不过是因为众生颠倒迷而不觉，所以在这里本没有失，而假说成为一个失。所以这就是回答阿难，你不是说我说你遗失真性吗？我是假说你遗失了，其实这个性就是刚才讲的分裂不动的这个心性，它是没有散失的，没从来没有失去的，永远都在。这就是直白的告诉阿难这句话啊。那么如此来看呢，啊，这个你看佛后面就说了，所以啊，这个你生佛生啊，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你如来的佛身，我们这里不可以色身来理解，要理解成清净法身。啊，那么他说既然你的身体和佛的身体啊，那么如来叫做正辨知，就好比说手虽没有增和减，但是它是向上指的。那么你凡夫啊，如等是性颠倒，向上指的时候头是头，尾是尾，对吧？举世都叫做正，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世间人都叫做正，可是你们凡夫阿难，你和在场的众生都叫做性颠倒。譬如说这个胳膊虽然没有减，但是呢向下了，就把头当作尾，尾做头了，举世都知道这叫做倒。可是不动正还是倒，它只是头尾交换，胳膊没有动，是不是？就让阿难明白说，虽然我呵斥你说颠倒妄见，你遗失本性，可是其实你的本性从来没有在，迷不迷失都在啊，从来都在，不是没有在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阿难他就听不懂了嘛。大家看到这句话了吗？啊，汝身佛身称颠倒者，名字何处，号为颠倒啊？他就开始反问了，佛反问阿难了，说啊，这不是随汝地观吗？搞到这句话了吗？我换了一下啊，这句就是佛给他说了以后，说明了说不是说真正的失去了，而是在你颠倒的时候还没有失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佛又让他进一步给他解悟，那么就说你自己地观一下啊，你的身和佛的身，那么你的身我刚才说的你叫做性颠倒，对不对？那么你这个性颠倒，既然你说性颠倒的话，你这是颠倒，它有个名字吧啊，你看名字何处呀，号为颠倒，就是说你既然说叫颠倒，你有个名字，那么你就要告诉我
哪里？这个东西颠倒，这个东西在哪里？你给我找出来。啊，与时阿难啊，与诸大众啊，这个登门瞻佛，目睛不顺，什么意思呢？又没有，又不知道从哪说起，又懵了。大家懵了没有？我怎么觉得你们有点懵了？懵了吗？我再浅一遍哈，再把它说一遍，就是佛的意思说，凡有东西有物，一定有名有相，对不对？那么它是不相离的，相和名和相是不相离的。所以现在依你这个名，你要给我见，把这个相给我拿出来。就好比说我们说以黑这个东西是个名，对吧？有黑这个名字，那么相对于白的物体，必然有黑的东西可见。那么现在你仔细关照你的身与佛的身的法身，佛的法身而言，你的身称之为颠倒，既然有颠倒这个名字，相对于正变之，就有性颠倒这个名字，还要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到底在你的身体里边何处称之为性颠倒？明白吗？啊，你给我拿出来。这时候又把他问住了，阿难就迷蒙不解地看着佛，这个眼也不会转了，不知道身心中颠倒在哪里。大家想想，确实难找。我们这会儿这么一问，没有佛说也搞不清楚。从本质上来讲，为什么不知道？这里从三个层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为什么不知呢？啊，这个颠倒这个名虽然在阿难之身，对吧？佛不是问你身上给我找出来的颠倒，可是它的本意就是颠倒这个内涵，它是从心的，是不是这样？由心起颠倒，所以从身上你能够找一个颠倒的相出来吗？这是第一层。再往深了悟，这个颠倒的这个东西，这个相还不在心呀，心本来就没有颠倒呀，怎么？而在于我们的执着妄想，这个颠倒就在执着妄想上起迷起执了，才叫做颠倒。而这个心不会依照这个妄想而真的成为颠倒，所以说由心上你也找不出来颠倒的相。所以阿难就懵了。啊，再往深了悟，这个心的这个颠倒，它不可以一颗相见的，只能用这个法无上甚深微密法这个法义来变。啊，就是因迷执而说这个颠倒啊，那么这个迷执也不是一个有相之物呀，你能够找出来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执着，你能定睛的就找出来这个执着这块颠倒这块，你从身体就抽出来，跟抽血一样抽出来一罐子吗？做不到呀。所以说不知身心颠倒所在，为什么？大家说说为什么？因为颠倒自性本空，就是妙明真经之物。下面就开始，我要开始了。大家想想为什么？为什么说就是那？我们当我们找的时候就找着了，那它确实真的存在过吗？本来就没有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你还天天行拂拭，这就是顿悟。当然，我们行为上就要天天行拂拭，要不然你永远到不了何处惹尘埃啊。所以这里佛就把这个阿难问的瞠目结舌，这就到了当机之口了。佛就开始娓娓道来了，把这个其中的然和所以然这段特别重要，也是首楞严在剖析性相最为切要的一段文章啊。我们要仔细听一下哈、啊，应该是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言，即心所使啊。哦，落一段，不对，前面还有句说，佛心慈悲，哀悯阿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啊，这个便告红会啊啊，这里其实也就是说佛心这个无缘同体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叫发海潮音呢？大家知道佛说法呢就像这个海潮一样，比如说圆满周遍啊，佛这种狮子吼在地藏经里面，大雷音大音，这个雷音云雷音啊，大狮子吼音啊，然后在经文里面不是还有一句叫做这个正海潮音配大法语啊，就是说海潮音跟下这个法语整个这个都是僧罗密布，也比喻啊，就是说表这个
楞严守楞严大定，到处都在，处处都是，就跟你跑出去以后到处都下去，你能逃得开吗？这个声音传出来，所有的角落都传遍了，你能躲得过吗？啊，所以说震海潮音就是要把它震醒，啊，这是直观的来人解释。那么佛就告诉，哎，告诉同会，就是这个不是对阿难说了，因为这段话太切要，告诉所有大会的人说，我常说也，啊，佛在过去的时候就老说，说我曾经老说过啊，这个引平日佛说的常法，要会通今天所显的真性。所以说，这个说到阿难啊，你寻这个颠倒相到底在哪里了？我就开始讲了，啊，我常讲到的大乘了义法里边，啊，我们常说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解，啊，这一段话下面的四句话，一个色心诸缘，二个即心所使，第三个诸所缘法，第四个唯心所现。这是把这四句话，把他整个佛过去讲的教法进行了一个总结，最这个明显特色明显的显现在哪里？就是唯识宗里面，啊，大家听过吧？啊，上次不是，在前面讲的时候也给大家带过一点点唯识，你们都知道白法吗？白法明门论，你听过这本书没有？啊，全部听过啊，没有完全不懂的。有吗？有，举一下手我看看。啊，白法明门论里边，我现在已经不能了，因为那本书也可以讲一言。今天呢，就给大家一概一言以蔽之。白法就是把整个宇宙万法精神物质层面定了100个格，所有我们看见摸得着，整个这些万法色心，就是包括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把它都可以化在这100个种类中，所以叫做白法。你看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哪品哪生来说，一旦往生立马就现证白法明门，白法明门就空性嘛，显现出万法都是从这100个法临时组合缘起的，所以马上就证性空。啊，读过观无量寿经吗？是在无量寿经还是观无量寿经讲到这一句啊？那么这里讲的白法又叫五味白法，这100个法又把它化了。比如说什么叫做色法呢？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还要想得到的，这全部都叫做色。啊，什么叫做心法呢？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还有莫那识，还有阿赖耶识，这叫80心王，一共有8个，色法有11个。啊，80就比喻就跟8个国王一样，最主要最上头国王中的国王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每天都变现这个根深气体，就是我们山河大地，我们自我的认知、外在的交往，全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你说我们现在遗忘的太久太久了，居然凝固成现在如此真切，而把本来的东西觉得那么的遥远，啊，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和前7个识呀，它属于心王。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思想层面的王，它还有51个心所法，啊，心所法就是说心王这8个识启动作用时候啊，一定有那些东西来匹配，就是跟说一个主子出来跟了一堆丫鬟抬轿的，前面这个拿拂尘的捧香盘的等等，就是整个就宫里面不是出来，所以那就叫做心所法，啊，比如说。里边有这个烦恼，烦恼的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这8个识只要启动作用，就其中会有贪，会有嗔，啊，还有宗随烦恼，就是惭呀、愧呀、无惭无愧，啊，那么还有这个再有一些这个次一点的，不是明显的吗？就是愤呀、恨呀，啊，这个恼呀。啊，这个缠曲虚伪等等这些心所，这些微细的心理思绪，全部给你一格一格分开，然后把它明明亮亮交代。所以我们在修白法的时候就明说，我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我的执着，其实都是一格一格的组合，就有这个作用啊。所以佛在这里，他主要要讲那个什么呀？色心诸缘就是指的色法和心法，啊，这个
即心所使呢，就是指的心所法，五十一个随心的一些根性上来的心理作用啊。那么诸所缘法呢，就是指的还有二十四个不相应法，就是它既不属于色法，也不属于心法，又微细的把它判了。比如说我们说的时间，时间你说它是属于心的还是属于色的？还有空间，还有数字一二三四五这种次第，还有我们说的文字，我的语言，红海红字海字等等，这些这都属于二十四个不相，既不跟心相应，也不跟色相应，这就是这里的诸所缘法，大致如此啊。你听我的就记住，统而拢之，就是所有的世界万法，佛在这里要讲到一个，就是说唯心所现啊。佛在这里讲的，我过去老说到这个道理，唯心所现，但是呢，众生随类各的解，他理解的不一样。有的人听到唯心所见，他想到是业造所现，业感缘起啊。在二乘小乘法里面就只讲到业嘛，我们的轮回是善恶无记业的推动，对吧？我们以前在讲业的时候也有这个定业呀、不定业呀，也善业呀、恶业呀、有漏业呀、无漏等等，就是业感来推动，这是初级的。再往上走的，有的人就叫阿赖耶缘起，就是为阿赖耶识所现，就是刚才讲的第八阿赖耶识，储藏我们前辈子所有的影像，然后带着把它储藏成压缩饼干一样，投胎以后下辈子就开始泡起来，开始显化，这就叫阿赖耶识缘起啊。那么最终的还有一层，就叫真如缘起，就是佛这里讲妙净真心啊，妙明真心就是真如，我们的佛性如来藏，就是如来藏缘起，这就更深了一次一个层次啊。如来藏一念无明相互这个和然后才转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本身是清净无染的，就是我们的佛性的体现啊，大概相似的这么说啊。那么可能大家还听过一个叫做法界无尽缘起，真如缘起和法界无尽缘起它是一体的两面啊。真如缘起呢，是从缘起上讲它的性，法界无尽就是这个无尽性起，无尽缘起呢是讲它的相，就跟华严经里面讲的世事无碍，层层叠叠，无穷无尽，是从相上讲的，这两个是平等，是最究竟的啊。佛在这里就讲到了说啊，我过去常说唯心所现，汝等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这就是佛开始首先讲到的，我老说了一切唯心所现啊。那么我讲的告诉你，你今天所有你的色身，你的起心动念，全是这个朋友的真如佛性如来藏这个妙明真经的这个心里面所显现的啊。大家这里要会一下，你看为什么叫妙黎明觉相，对吧？如果你有一个粗浅的语言，那大家想想，只有我们这个世界中国才有汉语，那你就用妙明真经就把它表达的完全跟它的境界一样的话，它能叫做妙吗？那到了英国他就听不懂，就不妙。对了，到了他方国中，那有的用鼻子做佛事，有的用眼睛做佛事，我们这儿用耳根，那就更搞不清楚了，那就不妙了。所以说黎明觉相恰恰体现就是它到处都通融，这才叫妙。这个法性记住，到处都通融，所以叫做妙，就是黎明觉相。你不可以给它概念设局，一有概念就局在这儿到那儿啊，动彻灵虚就叫做明，不是说有这个灯打开太阳升起来了我们才看得见，那就不叫彻，因为有时候就没有，对吧？所以这叫做明，体无伪妄，那就更达不到。我们现在所有的第六意识妄想，念念都是妄，所以叫做真啊。性无杂染，叫做精，就是从四个方面，整个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妙明，这个妙明真经，这个妙显中心中所显的。啊，那么既然是如此，你看佛就说
永和汝等依师本庙原庙明星本保民庙姓任务中迷呢？啊，看到这句没有？这个微细处呀，我们还真是得揪一揪啊，要不然你对于这种这个就是这个如来藏这个清净无染，哪怕是我们妄想意识中的一种推举度量，至少它是在我们心中，哎，它有一种触摸难触这种绝代境界，这个感触你要升起来啊。那么怎么认知它这种圆融、这种无碍、这种不散不失、这种妙明真经呢？你看佛在这里这句话，我们就特别把它表达一下：云何汝等？就是说，我已经说了一切万法都是为你的心所现的，那么你们啊，包括你的身和心都是这个心里面所现的，我为什么你们现在遗失掉了？遗失掉什么呢？第一个本庙，大家发现这话了吗？本庙是什么意思呀？啊，本庙就是说现前这个见这个不失不灭这个心性啊，妙觉明心这个性啊，它不是从修来，不是从正得的，知道吧？本庙就是本来就有，本来就是这样子。你再怎么修，你修到不天上也不是你修来的，你只是明白了到这儿修的功用，就是你明白，不是这个东西是你修出来的，对不对啊？所以说这就叫做本庙，用本来修饰本庙，这是第一重啊。那么本庙这个原庙明星和保明庙姓，哎呀，我都读的都绕口了。为什么叫做原庙明星和保庙明姓呢？啊，写错了，不好意思啊。哎，昨天我还给人家说起，跟法师们说起，我说我快录了这个说是福宝三昧啊，天天讲，就是讲的我现在也挺好的，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了，只能讲，每天就是大量的备课，大量的看这个祖师的注解，大量的在那儿编排这个课件，还挺好的啊。可能这个入了说是福宝还真能入三昧啊，可能这辈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入啊。那么现在就轮了这个圆通章、楞严经、地藏经啊，就已经把我给压得喘不过气来了，还有好多的弘法任务已经排出去了啊。你看这里又给大家闪示了一下啊，请大家见谅，这也是我的习气和大家的共鸣招感啊。这个圆庙明星和保明庙性呢，是可以说一体的两面，就是形容这个如来藏。那么从原来讲，它是通融无碍，对不对？那么所以说这个圆庙，为什么这个叫庙在前名在后，那个名在前庙在后呢？它就是一个东西，但是一个东西它有两种表达。比如说这个庙名，既然说黎明觉相，它不是个死的，它还可以什么呀，动彻灵虚，对不对？就是它还有功能作用，不是说捆然一物或者吧唧的摔在那儿就一个死看他的东西不动，它是灵动的，不昧的，始终都是随时可以起无尽的这种啊，这种层次不穷的殊胜功用的。所以庙就叫做不动，可以叫做寂，寂灭的寂。明就说可以无限的灵动，所以我们是有时候又把它叫做照，观照的照啊，观自在菩萨不是照见五蕴皆空吗？照就是智慧始终是一个灵动的，始终在的，不是说啪叽的就贴在墙上就是一块死的东西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圆庙明星的话就是表这个庙明星的用的相状，所以才把庙在前明在后。那么保明庙性呢，是指这个庙明星的体的相状。所以说虽然它是灵动的，但是透过灵动它的本质是如如不动的，所以这里说从庙起名叫做用的相状，从这个从即名而庙，它是起用这个起的相状，一个是用，一个是起，但它是一个东西啊。那么实在你再听不懂，就发现了，打个比方，摩尼宝珠
这个是模拟宝珠放的光，这个是模拟宝珠本来的体，明白吗？明白啊。所以说圆就是通融无碍，薄就是清净坚实。你看它的体呢，着重就像是清净结实来讲，好像是有一个金刚不坏的东西，对吧？它的用呢，是用来圆这个通融无碍来讲的。哎，就发现说它是到处都无处不在的。你看看佛说法已经说到极致了，那么这个波拉密地法师啊，还有这些这个观这个润色的这些大法师们，全是菩萨在。要不然你说一句话就从本庙开始八个字就把整个这个理论上把这个如来藏就形容得如此到位，这就是我们本有每个人的心性皆是如此啊。可能现在我们还达不到，我要告诉诸位，包括你开眼吐语、睁眼闭眼、吃东西、吃喝拉撒，全是模拟珠光。你敢信吗？就是模拟珠光发挥的一个层面的用，只不过我们现在执着到这个层面了，所以就不妙了。但是它的名永远在，我们先前就是吃喝拉撒就是都知道啊，这个很难惯，你自己去想，不到那个境，语感语境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说这也太牵强了吧，吃喝拉撒那但上厕所也是原谅明星吗？当然是了呀，上厕所我们的性失掉了吗？这讲了半天了没失掉呀啊。既然为什么首先佛讲了，这不是回到我们现场吧，阿难现在就问说，这个东西你不是说我失掉了吗？我为什么失掉了？颠倒的时候就失掉了吗？佛就要给他解释什么时候是颠倒的，什么时候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不是用了一个这个前面这个胳膊啊，说是个正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不管再正再倒，但是他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变啊。所以说你看，那么后下面的佛就要讲到说，为什么你阿难呈现出这么一个状态，所有的众生呈现出这个遗失掉这个本妙圆妙明性和宝明妙性呢？他是在任物中迷的，记住这句话，在物中迷的。所以下面的经文就是毁灭为空，是吧？空毁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想为身，聚缘内摇，去外奔逸，空扰扰相，以为心性。这一句话呢，这一段话呢，我们就不给他大家这个逐个的去灌了。大致意思，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这个，有时候我们很多问题纠结，就是这个层面过不去。为什么我们众生的世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在生这个三界内流浪生死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染呢？不是说本有的佛性不动吗？怎么动起来？这个如来藏如如不动，那么它是怎么动起来啊？这就开始啊，说这个妙明心呢，它是现成的，但是呢，你们不能体认，当念遗失，就是由于不觉悟，所以叫做任物中迷。任物中迷是什么概念啊？你看，从这里开始啊，毁灭为空。毁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淫毁不明嘛，对吧？于痴昧这个不老嘛，就是毁灭，就是你一下子把这个东西，我们设想就跟罩住一样，对不对？或者是盖住一样。从哪里盖住呢？由于我们的本来真有这个佛性，有一念无明。大家首先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往下往开接。一念无明从中做主，就把我们每个人本来这个本觉性海毁灭成一个完空，一个业相。所以这里叫做毁灭为空。但是大家理解，这个空可不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毕竟空呀，就是我们宇宙看见的似乎这个虚空是一个东西，是不是？一定要往这里好好的用心啊。为什么我们看见虚空是个东西呢？我们始终觉得虚空好像是个东西。既然虚空是个东西，这个时候一旦有东西，就会有所看的东西和能看的东西，对不对？就开始无明，就开始翻腾了，一念无明就掰成两半。在掰成两半的时候，
无名的这个功用，就是无名的这个力量呢，开始放大它的功能功效，越来越厉害。在这个顽空晦暗中呢，就开始有能见和所见了。就是业相，就是我们这个虚空顽空本来是不可见的，它也是一个浑然的东西。可是这个时候呢，本不可见，可是有一个妄想，就是妄见迷的这个妄见出来了以后，他就执着一定要有一个东西为我所见，这是迷情所自然这个凝生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一定要见一个东西出来，久而久之，由于能见的功用不断的膨胀，就相匹配所见的东西就要来跟进给他见啊，就跟我想吃的必须有东西让我吃一样，我们的无名就是从这儿升起。这个时候久而久之就凝固成一个真实的境界，虚空何尝不是这个真实的境界呢？那么虚空称的真实的境界以后到这一步了，下面又有一句话，结案为寺。结案就是我们的山河大地，这个东西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由于无明更加坚固，一定要认的东西，就虚空是一块，又结案为寺，就出来了一个四大凝固成的妄寺，就是我们脚下踩的大地，所谓的世界。能听得懂吗？能。啊，现起了山河大地的这种依报的这种外色以后，那么外边的外色虽然现起了，可是从无明是从妄想升起来，对不对？既然它是妄想，它就是妄色，妄色又排除导喊的引发妄想，妄想和妄色再相断不断的结合以后团取，就是在整个大的这个妄想里边又揪起来那么一点点少分的四大之色，而现为我们的正报，就是由我出现。就比如说一大堆稀泥，然后你揪了一点出来，就以为有个我，外面的一大堆稀泥，就跟由稀泥里边揪的这个一点稀泥，以为说我在认识这一滩稀泥的。啊，我不知道我打个比方恰当不恰当，你们依稀仿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叫做结案为色，色杂妄想，就是妄色和妄想又结在一块儿，然后想想为身啊，这个有了这个自己身体的感觉以后，开始聚缘内摇，就是自己的根生和外面的整个山河大地的气界相带为缘，牵引起什么呀？我们的粗重的八识，八识就开始出现了人的功能啊。在这种文献上，念念分别相续不断，内缘就是这八识往内执着的时候呢，是我们五根接触外五尘五境，就是眼耳鼻舌身接触色声香味碰撞以后落下来的那个影子，那个影像，我们往内缘，就是我们的妄想纷飞，明白吧？啊，那么摇动不息往外缘的时候呢，又是眼耳鼻舌身缘这个外面的五尘之境分别明了，向外奔逸不止，这就是这里讲到的聚缘内摇去外奔逸。那么既然内心也旺，外境也旺，旺与旺又相对，又向内旺向外旺，那么大家想想，所有的这些都是轰扰扰相。一旦你已经陷入到这个轰扰扰相的时候，你保准把这个轰扰扰的虚妄之相还在那儿摸索探求推度，以为是本有的妙明觉心。这就是我们现在包括诸位听法谁也逃不出这个状态，是不是这样的？那么一旦迷为心以后，决定啊，你看一迷为心，决定迷惑色身之内，我的心就在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和外界到山河虚空大地都是本有的那个真如如来藏中之物所显出。我们下意识的肯定就是一旦迷了心性，绝对就认为心在我色身之内，这就是佛给阿难在讲的啊。那么就好比说，佛又打了比喻，就是说澄清的是说，整个这个我们的妙境明心，就像整个满劫水弥漫世界的大海一样，啊，那么这个大海，我们每个人本来这个清净，我们现在没有顾及到清净的无边际的大海，反而认了海上的一个小泡沫，这叫做浮欧体嘛，唯认于浮欧体，就认为是全部海的全部。大家想想，每个人把我认为的时候，就是一位海。可是我们稍微作意一下，给大家说见性是心啊，见不实不灭不动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个性真的是感觉都是周遍，这哪哪都是，你看，看得见吗？
一条路啊。所以说你看鲁等就是说怒为全朝嘛，穷尽营帛啊，营就是指的这个大海，帛就是说大海，你看连岸边那个海湾都没有落下，帛就是说有的海不是可能外海中间有个小小窄的东西，又中间又有一个内海一样海湾，就包括全部给鲁等即是泥中被人。什么叫做泥中被人呢？啊，就是你认为一浮欧，把这么大的清净广大的海认为是一浮欧，已经是一个谜了，而且又把这个浮欧认为是大海的全部，那么你不是泥中被泥吗？啊，如此来讲的话，你与我的首尾导致啊，垂叠相向，虽然手臂没有所灭，但是举世皆知，这就是道。你现在就是道，因为你迷了呀。啊，所以如来说为说，可怜悯者。啊，这就是这一段大概意思。这一段其实十方显见最最重要的开始就是要显见不失。啊，我想这么谈一下，好像从台云布雨一样讲一番的，大家都又回不去了啊。从开始大家要知道显见不失是什么意思，就是阿难问佛说，你开始不是显开始给这个波斯匿王开始这个见性不生不灭了啊，那么为何又说我阿难跟大度都是说遗失了这个真性呢？这是阿难的疑情啊。那么意味说既然不灭就不会失，就是就这个而问的这样，所以佛在这就开了一刀，显现这个见性虽然在颠倒，我叫做你已经迷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失去，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啊。所以说众生虽然内外都是轰扰的，但是以此为轰扰这个相为心性，而不知道说其实这不是心不是性啊。一旦迷了以后，为什么这里讲到说啊，汝等皆是这个迷中被人，上面要说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就是一旦你迷了这个心性的话，没有一个不这样，就是没有一个决定，就是任何人都是这样啊。那么或为色身之内，而不知色身和外界都是这个妙明心中之物。大家想想，再设想一下，什么叫做正遍知啊？万法为心是正知啊，就是说心为，我们说万法心为万法，就是心包罗了万法，这叫做正知。但是还要明白万法当体就是心的体现，这叫做辨知。你这两个一明白，就叫做正辨知啊。所以大家想想啊，成轰扰轰扰扰相，你成了昏了，则迷掉了这个妙明性啊，你扰了则迷掉了这个明妙性啊。昏就是啊内轰，这个扰就是外扰了啊。但是虽然我们妄认为昏了这个，就是我们昏的心昏昏扰扰这个状态下到处找心，都以为这个错认这个圆妙明星，但是不要忘这个圆妙明星从来都没有昏过，对不对啊？妄以为扰的这个外向外扰这个又再去找心，可是这个明妙明性从来没有扰过，就是这样。就好比说大海虽然到处都是这个浮欧泡沫，然而海体常在，从来没有失过。所以说见性不失，从来都不失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呀？最后这里显现的问题就要回归到我们在这里再把它引申一下，问题就是说，如来不论从这个不动也罢，不灭也罢，不失也罢的看这个方位来指来成这个见性啊，就是这个明白这个妙心啊，就好比说指大海全体一样，这就是大海嘛，就是大海嘛，你看见了吗？但是呢，如果一旦我们就包括阿难，只要有分别嫉妒的浅状态，就是他也想不这样，他也想听佛说的形容的那样，可是他下意识的就是这样，这就是凡夫一问我知，对吧？一念无明刚才讲到了。那么如果被这个浅状态给所局限，那么就无一例外的还以为说这个心在这儿或者在那儿，就找去。所以楞严经后面叫做知见立知，
知见立见都是不对，不能去啊啊，就这样的话就是迷信了嘛。就好比说手垂下啊，举世都知道你们是倒的，虽然你现在阿难这个手臂就像手臂一样，你的这个妙明真性没有失掉，可是你已经朝着向了，首尾已经错乱了，所以称之为可怜悯啊，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一般啊，大家都在学佛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今天讲到这个问题啊。我首先问一下，刚才这段你能大概有个明了吗？明白了啊，能不能听得懂？可能有的够呛。师傅，讲一点，能不能再把那个就是佛和大海的这个关系，往往再明确明确好吗？佛和大海。对，就是这个，它比喻。我们现在呢，大海就比喻这个妙明心性，从来都在，大海就是存在那样。我们凡夫呢，就是一念无明，就等于说从这个大海上就认了这么一个佛欧，就等于说认为我嘛，谁不是认为我当下就是世界的全部？至少世界是以我为核心的，对啊，那就等于说一念无明翻过来把大海给忘了，就认这一欧，知道吗？这是浅层，就是浅层次说我们常态的迷。再往深一层说，我们不但把大海忘了就认这一欧，还以为这一欧都是大海，明白了吧？阿难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已经遗失掉这个大海，妄认为自己的妄想执着性颠倒已经是认这个欧了。现在佛给他讲这个大海的时候，他还以为这个欧就是大海，倒腾不过来。你们倒腾过来了，就是这意思啊，明白吧？啊，所以说以这个作喻，整个大海就是我们的妙境明心，这一浮欧就是我们的妄想执着啊。以这妄想执着一蒙，就以为说所有的妙境明心就是当前妄想执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等于说以为这一欧就是所有大海的状态是一样的。再讲多了你们就更不懂啊，回去复习啊，听这个视频啊。那么我们现在再往深一下，大家再体悟一下啊，今天可能多用一点时间。我们是常说说一般都讲无始以来尽未来际啊，又说说一念无明启动了这个妄想就紧紧跟随啊，显现成现象这个境界啊。那么好像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的话，那一念无明到底是从哪一个开始的，你们想过吗？这无明从哪一念哪一刻开始，或者从什么时候它进来的？无始是什么时候，从哪开始的？既然无始无终，那么说对了，既然无始无终，那么大家想想，如果没有现前一念，怎么讲这个无始无终的无明？无始无终的无明在哪里啊？是不是现前一念？是。那么无始无明就是现前一念的话，那么说明一切都是一念，我们现在无明中的一切都是一念，明白了吗？离开这无明哪里找一念？离开这一念何处体现无明？一切的不可说无量阿僧祇劫，一切的尽未来际，一切的久远时程，都是要一念中要搞定无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佛就让阿难跟大众呢拾取他现前的这个，就要让他悟到这一念的本来面目，所以才从剑从文上不断地给他下刀子，不动一会儿说不命，就给他突破这些口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说一念相应，一念就是佛，你千万不要左顾右盼遮前顾后，一旦遮前顾后，全属于心外求，是不是？你既然想想一念相应一念佛，就这一念已经守好了，你还哪里去找一个说无始以来无尽的无明还聚集在一处，还把它多拿过来，你把它断掉吗？所以狂心动歇，歇就是菩提。学楞严你要学到这儿，别要越想越想不开了，本来想就错了。所以说呢，我记得那会儿在云门寺的时候，佛缘老和尚的涅槃的塔面前就是生死涅槃，魂如大梦，这个狂心歇处，云不辞难，
就阿难这里讲的，什么性颠倒，什么正变之，生死涅槃，从表达上，这是我们这样的讲说，根本实际真理地中却鸿鹄大梦。你记着这些，就永远就等于说拽着这佛一样，彻见不到大海。啊，所以说狂心现的就现前，把你所有凡夫的现前的知见灭掉以后，才能够像观音菩萨一样云度此门，无有障碍。妙明圆妙明心，宝明妙性，妙明真经才显现。啊，所以为什么说行取就解决了？我们现在呢，还都在生死，还不得涅槃。然后念念狂心没有歇的时候，啊，但是听了楞严这个法义啊，大家知道，甚至这样的楞严经、楞严法，特别是现场已经很少你能这样去得这个法的加持，啊，尽管我也是照着祖师们也是磕磕碰碰、步履蹒跚的给大家讲，那我们现在的共修的时候，你想想，我们平常就要把这个东西来用作以思维啊。正当活得万般投入的时候，猛地你要学会拧个脖子下个腰呀。就是回首看什么是真相呢，你全心投入的时候，你得猛回头呀，就像祖师一样往出正走的突然回来，要往那个上面会是什么呢，啊，念佛念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也得用这个来作为小补，往起来提佛号，啊，所以大家想，既然如此的话，什么一念进未来，什么全部是此念的关系呀，那么既然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全部铁定为西方极乐世界师徒，为南无阿弥陀佛誓念，这就叫做现前悉狂心，当乃入涅槃。嗯，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